无明，无明就是波动，发现本来皆空，空也不可得，空是一个抽象概念，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个空，就分别这个空，执着空全错了。为什么说它是空？因为它没有现象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但是这三种现象都从它那里变现出来的。本身它什么都不是，它能现这三种现象。它能现的第一个自然现象，从自然现象里面变现出精神现象，从精神现象变现出物质现象，速度快，快到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好像这三种现象同时发生，其实有先后，先后我们找不到。这三种现象全是假的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所以记住，空也不可得。